天扁的字。这里没有做伸展的动作，等着最后一笔来表演，等这一笔。刮朝圈杯有出现过，我把上面写得很大，然后里面写得比较整。四个点，好，刮，纹旁边歪过去，那下面一个耳朵，好，这个耳。要靠左边一点啊，主要是心，只要有心字在下面，你就要特别小心。有心部，所以要拉开。蒙朝拳有出现过。把它下面写个加，往旁边伸展，这个都是往旁边写的，非常的歪。可它到最后是利用这个燕尾，强烈又又低又长又翘，等，以前的等啊都是竹子，草字旁了。倒没什么竹字旁的等，是现在改成竹字旁。那里写隶书，我就写草字旁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改竹字旁也没有算错了。小小盐啊盐。写的好大，好，连续三个眼呐、啊，那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，总是要让它看起来不太一样。要把它打扁，那位给这里哈，让它有点弯曲。刚才上一个字都没有，这个字就让它弯曲一下。鱼，斜短，这边斜短，力呢
他来一个强有力，折，折，对，要说一条线比较好写，写一个点倒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小。